记者陈贤怡台东报道，以莫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荼毒台东中谷，台东县警局关山分局巡线策划气改，经数月的跟监埋伏，昨天凌晨与台东警分局联手展开伏小出击，兵分多路前往台东市区池上乡、鹿野乡及花莲县富里乡、玉里镇、凤林镇等地搜索，气回莫等九贤刨根扫荡横行花东中谷的贩毒集团。台东地检署指挥侦办贩毒案，历经数月搜证及分析毒品贩卖网络溯源追查，发现莫贤等人于花东地区贩毒给中下游毒虫吸食，经台东地方法院核发20张搜索票，昨天凌晨拂晓出击，以组合警力兵分多路执行大规模扫荡搜索，一举查获该贩毒集团9人，查扣安非他命、吸食器等罪证，彻底下向下刨根。警方调查，莫贤生性狡猾，警觉性亦高，因居无定所难以锁定行踪，增加警方侦办难度，然经长时间布线及跟监等侦查作为，掌握行踪后拼凑出该集团的犯罪模式及习性及同步收网查器。